哦，马里奥哎，1000片的，1000片。对，现在整个那个玩具店全部都摆马里奥的东西，真贵。看到就会想要哎。哦，这个真的蛮不错的，但一千片要花蛮多时间的。如果是妹妹的话，这个108片应该是很简单。这个应该也蛮简单的、啊，因为颜色很鲜艳。啊哈，对、哦，比较有分别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红色、绿色这样子。哦，哇，这个我好想煮了，可以放在工作室。怎么样？我们电影还没看呢。等一下电影看完电影再下来买。好哦，超级马里奥兄弟电影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龙达。我们今天要来看马里奥的电影。对。对，有很期待。这是你第几次看电影？第二次。第二次看电影哦，我觉得这一部应该是会蛮适合你的。可是原本我们想要看剧目厅的、啊，对。可是因为剧目厅的话，它没有那个中文发音，对，没有中文发音，所以我们后来就改成一般的。嗯。可以吧？可以、啊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去看一下《马里奥》。谁的？马里奥。你躲在后面。然后我们今天有为了马里奥配合了一件马里奥的衣服，这个是奇诺迪奥。对。有没有很可爱？那你要叫爸爸穿，对不对？爸爸穿这一种的，也是有马里奥的元素在里面。妈妈的是外套马里奥，然后里面不是。对，妈妈现在去领穿了，我们等一下再去看一下妈妈穿什么好了。好。妈妈的衣服。马里奥。马里奥，我们整个都超级马里奥。对，一定要穿一件。对，我们就是穿的超级马里奥元素的。然后我们跟彼得潘还有苏珊妈也一起来看。我今天是带戏。带喜来看，我们看到一个，他是路易吉的元素，哇，超级路易吉，连帽子都有哎。他差点跟我说我要背那个吸尘器来。我们在网络上面订，有跟着订他的马里奥的套餐，然后其实马里奥的场次还算多，而且我们原本昨天看的时候啊，他没有那么多人订票，今天的位置是几乎都被全满了，小朋友真的超级多的。不过我们尽量捕捉背影，那边有看到一个有戴马里奥的红色帽子。然后其实他们是一对兄弟，另外一个我现在拍不到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人要来看马里奥的电影，因为从年龄层应该就可以感受得到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杯子吗？对，这是杯子。然后凯尔的，凯尔的好像是路易，跑掉了。你们可以选，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刚好选到你们想要的？对，可以选，然后人员让我们选。凯尔拿到他的路易，然后我们的杯子也都是超级马里奥兄弟电影版，哇。然后哦，爆米花也是吗？爆米花也是。哦，那还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东西是有他们的元素的玩具还是什么的？有钥匙圈啊，它有4-5个套餐，就是可以选有钥匙圈的。哦、uh-huh。然后还有别种的。那我们选的是哪一个？乐高杯子的。哦，所以这个是乐高杯子。对，就是整个套组这样子999。后面还有那个大的，你看这个黑色的，你看哦。那也是马里奥的杯子吗？杯子，然后上面好像是爆米花还是什么？哦，爆米花桶跟饮料一起喝，一起喝，一起喝。哦，所以上面爆米花，下面是饮料。对，这里的话就是它里面可以拿的爆米花加饮料的桶，然后是库巴的，这边的杯子都是不一样的造型。那这是马里奥。其实我在那里买票的时候，我故意不想买库巴的。哦、啊，但是我们是那个对不对？我们都是里面那个。嗯哼。对。这还有一个杯子，这个。路易吉的。其实我有看到那个库巴，只是我不想打开。好了，结束了。对。感觉承载了30几年的马里奥的元素，都把它浓缩在里面。对，但是有两个彩蛋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等到最后，因为我们那一场的话是全部都走光光了，就剩我们的啦。还有一对家庭3个人。对对对，他们是站在下面，就是站在荧幕前面那边等。对。然后有一幕比较短一点，但是我觉得也可以看一下。看完电影了，我们要来。楼下这边买刚刚看到的马里奥拼图，你要哪一组？这个还是这个？这个大家都有啊，这一组，这一组是1000片的，1000片。你那一个是500片，这一组比较喜气啊，大家都在。我要这个。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要这个。这一组好黑暗哦。我想要黑暗的，每台都是黑暗的。跟刚刚还没看，就是看到感受完全不一样。更厉害的就是刚才那个电影院外面还有 Switch 跟马里奥赛车，直接给他试玩。对，直接给他玩起来了。所以你决定要买这一盒吗？对，我想要这一组。还是你要那个邪恶库巴？他想要这一个，可是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太黑暗了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反而比较好，这个你不觉得看起来就很可爱吗？哦、他们的有那种很纯真的感觉。修理的师傅。对对对对。一开始的时候。对对对对对。后面还有一个是。
哦，就你拿这个。但是这个才100片而已，这一下下就完成了。这100片而已吗？是啊，是不是100？很小，26×38，应该它的颗粒片数比较大，哦、是100片。哦，所以是适合小朋友的，是不是？哦。离题了，离题了。你怎么会要买这两个？离题。比亚卢卡看屁呀、啊！不是，你不是要看马里奥吗？我想要这个，拜托。哇，这只库巴看起来跟之前他收到两只的又有点不一样，因为看起来嘴巴是会发光，它会吐火，而且可以看到它这边啊，就是为了电影而做的。旁边还有耀西耶，不过耀西其实在戏份里面算蛮少的，大家可以找一下。有好啦，终于到家了，我、们总算吃饱喝足看完电影了，期待了好久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很久很久的电影了，我一直以为是你第一次看电影，然后结果是你第二次，第一次是给那个角落小伙伴，然后这次看来、你有没有发现到库巴有没有很坏？有啊，有哈。那这次因为我们订票的时候是提前一天订吗？对。那时候在订的时候还有什么心得可以跟大家聊的？那时候我在看有微秀、罗宾、然后还有秀泰，就是稍微看一下，发现微秀有这个套餐，虽然单价比较高啦，但是我想说小朋友可以做一点纪念品。就带回来，然后更有那种感觉。了解。对，去戏院的感觉。对，而且我们还去了旁边买了这一盒，这一盒是拼图，你挑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挑的。我原本是要全部铺吧，还要暗黑，但是那盒其实有点难。暗黑城堡，那一盒全部都很金很黄。第一次看到马里奥的爸爸妈妈、对，游戏里面是没有出现啊。对对对。我想，原来马里奥爸爸妈妈长这样，他的家庭。而且其实小时候我有看过真人版超级马里奥的影集，已经没有记得说他到底有没有爸爸妈妈出现的、可是那个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水管工人，在做维修水管这件事情。对啊，对，他里面有演。对，我觉得他里面演的还算蛮不错的，就整个是很巧妙的把所有的早期的游戏起承转合，我觉得都有弄到啊。对，他把很多我们在玩的马里奥宇宙的游戏的角色，然后还有游戏的类型，几乎都把它结合在一起，在电影里面演出来的。基本上啦，只要跟我年纪可能差不多的，大概在30几年前呢，从马里奥刚出生的时候，刚出现的时候，就到现在看的应该会有感觉，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类似彩蛋的东西，就可能是旁边啊有人在打电动，然后那个画面大家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，因为都会有蛮多的彩蛋是藏在电影里面的。最有感的地方就是说，看到它里面在跑在跳的时候，然后整场小朋友。像他们都一起跟着在笑的感觉，大家就是会一起同乐的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我们已经变成那种感动的感觉，因为以前超级马里奥就是小时候我们在玩的游戏，对他可能认识不深，可是现在已经到我们的下一代，他们已经可以感受到超级马里奥带给他们的一种快乐。而且它节奏整个是超级快的，加上它里面安插了非常多笑点，就是那种比较无厘头笑点，所以小朋友在看起来很轻松，而且我们看的是中文版，他们又听得懂。对，只是说那个配音听起来还是有点特别，还有台语哦，它里面还有加台语，它的用语真的是蛮特别的，就对了。如果说有带小朋友的话，我真的觉得可以值得去看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一场看的话是整场爆完，而且小朋友我觉得应该有一半以上，重点是很好看的，而且整场笑声很多，会感染到那种。就是很有家庭气氛的感觉，对啊，所以推荐给大家去看，我们是很推荐这部电影的，因为它不只承载着任天堂给我们的感觉，里面其实有很多可以笑可以感动的地方，对，还有它的配乐其实就是配音，对，到哪个场景它就会换音乐，就一样就是很游戏、很马里奥的感觉，对，而且它那个音乐都是有改编过的，整个旋律啦还有演奏的乐器啦都会特别有感在里面啊，如果说大家要仔细去听仔细去找的话，还会听到很多他们帮我们以前可能在模糊不清的地带，例如说库巴到底算什么东西，或者说里面的谁跟谁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们可能在游戏中只能透过有点类似看图说故事的方式去了解，但实际上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，包含可能比较近期一点的马里奥奥德赛里面的一些剧情、一些服装、一些样貌、在这里都会有很认真的交代出来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，喜欢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，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。拜拜。